这时间都到了，该我上场了，这人还占着场地，看我怎么对付他。这妹子看上我了。瞬间充满力量。帅哥，你打完了吗？对，打完了。你要加我微信吗？我准备回家了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我可是等你半天了，总算你打完了，这场地该让给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对我有意思不承认是吗？谁对你有意思了？我不管，人这么点大，脾气那么臭，除非你能赢我，不然你就是对我有意思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这不无理取闹吗？谁怕你啊？真会说话。来来来，开始。等会儿我找我师傅来跟你打两盘，交给你打败他。界内，你得赔了。膝盖痛千万要注意，平时运动量大又蹲得不对，最近 Move Free 正好发起了公益活动，蹲个好膝盖，科普了正确下蹲方法，来你和我学做四步蹲。Move Free 这款绿平安糖你也拿着吃，5月27日全民爱惜日快到了，你也可以带上爸爸妈妈，多关注关节健康。南疆孤影，兄弟你没事吧？相逢何必曾相识。